내가 감사 단타주 내가 경기 좋아임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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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하늘과 환기에 하늘 시저 대종묘 주림위관 주군생 주주위 내가 안에 공귀구회 파티를 보아샤 환경 안에 九分星九中尉，多谢。台湾第陆总统蔡英文致谢。咱的第一名市长罗清德罗医师，各位第一名的陈廷伟陈廷伟，第一名的柯天才柯廷伟。 以及着咱的市议会的领头大议长，在座各位咱上支持的市议员，上届听者乡亲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非常的欢迎哦，咱的卢总统来到咱台中庙。 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我伫遮吼，接着咱卢总统哦，台湾第一卢总统会当哦成功进入咱的护卫会啊，无？咱的总统府啊，伫迄落，那伫遮我来感谢各位哦，因为你若大家拢若有认同，等于哦。 爱加减厝边隔壁一人拢爱哦，有食包皮啊，你看好啊，无？啊，咱大碗水料飘咧听啦吼，好是恁讲的啦吼，阮无甲恁勉强啦吼。啊，希望爱讲的到最高点呢。有。哦，谢谢各位啊，感谢咱个拍一个掌声，感谢咱个四座台中庙咱个主理委员周坤生、周淑仪、现场咱个来宾。 有咱的啊，台南市的市长，咱的赖清德赖市长，咱个拍一个掌声欢迎。有咱的立法委员陈廷伟陈廷伟，有咱的立法委员柯天才柯天伟，市中部主委蔡宏权蔡主委，有咱的啊，市长赖碧辉赖市长，副市长郭副市长，啊，就拍破一下，好，好，我们请大家。 还有咱的啊，郭清华郭议员，洪平和陈议员，还有咱的陈秋平陈议员，啊，咱的刘美琪刘议员，感谢大家，多谢啊，今仔日恁的莅临，非常的感谢。接续，咱们来邀请，今仔日国会民党第一名的立法委员。 陈廷伟，陈廷伟，来甲咱讲几句话，伊即个有闹要参选，来我来甲化解动作，来甲鼓励，陈廷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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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，多谢，感谢，感谢咱文革兄，咱感谢着咱的四座台中庙，咱的邱主任委员，以及咱的吴建武主任委员。 以及咱所有咱的委员前进，以及咱顶的里长，大家社会拥有，希望大家今仔来到咱四座台中庙，社会来为咱带英文加油，真心感谢大家鼓掌一下。咱非常感恩，今仔日咱每一位为台湾，为着这块土地来打拼的所有台湾的主人。 社会之声，尤其今仔日是咱四座大众庙，咱定海万岁，咱的正日盛诞，所以今仔来到这意义特别无同款。尤其今仔今年是咱四座大众庙，咱建庙三百十一周年，大家知影，咱的蔡英文，咱的蔡总统，咱的蔡主席，都是伫三月十一号。 正式宣布参选总统，所以你看安尼有可爱无？所以今仔来到这意义特别无同款，尤其咱伫头拄啊，搁抽到咱的一号，是不是？
甲大家拜托两件代志。第一件代志，就是拜托大家，咱来倒做咱蔡英文蔡总统的脚甲手，来帮伊倒总倒 Q 票。尤其剩36天了，这个时间非常的紧迫，咱只有靠着双脚骨来行，双手骨来救。所以要拜托大家，咱社会来为蔡英文邮票来讲好吗？然后蔡英文第一位在写当当选来讲好吗？第二件代志，都是安南区、北区、中西区，一直以来拢是咱民主的圣地，咱一定爱大赢，而且咱的投票率爱超过80%来讲好吗？用雙腳行的哦，我是一日一日愛甲愛護拜託，所以大家拜託幫廷偉幫蔡英文來到3天台講好嗎？而且在咱1月14日的時陣，大家愛會記得一票蔡英文，一票陳廷偉，一票民進黨，拜託大家台灣加油！感謝感謝各位陳廷偉陳廷偉陳廷偉当选，陈廷伟，当选，陈廷伟，当选。感谢，让咱表现非常杰出。咱台南市的大家长，市长赖清德，要来甲咱乡亲士大拜托，支持蔡英文打电话声，欢迎赖清德，赖市长，多谢，多谢。咱抽到第一号，一定当选的。台湾第一位女总统蔡英文蔡总统，咱国家叫调起来，赶紧甲追起来！加油！咱是柯议员，柯良才柯议员，以及咱邱主委哈，陈先生，苗栗国的委员，台南市议会咱敬爱赖明辉议长、郭副议长、各位议员先进，在座各位长辈是大国家的主人，大家高赞，大家好！哇，今仔日！咱蔡总统真有心意，特别利用咱四座大将庙、定海元帅圣诞千秋的好日子，啊来到大庙参拜，来甲咱定海元帅祝寿，恭祝圣诞千秋顺利天行，会当保庇咱台湾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有人来保庇咱大台南，会当事事无灾、百节有庆。这款的善心，这款的慈悲心，咱是不是有人来祈求？咱属定海关水流众神来保庇咱蔡总统顺利高票当选，安尼好唔好？安尼好唔好？另外，我有来甲大家报告吼，关市合并伫咧旧年12月25日，但是到现主持为止，相关的法律拢还袂通过，财政未收支未分还袂通过，公共债务法还袂通过。区域划分法也未通过，理论上是，人要申请进前，你相关的法律都爱通过，人再来看讲要申请不申请，结果无通过，予咱过去，甲咱讲要予咱加200亿，结果拢无。啊，关市合并已经要一年了，我已经编第二遍的预算了，甲呾法律都未通过。就咱暂时讲，咱合并，加做一个沿海市，加做一个大人，啊，佫弄两领银行卡，这对咱来讲，足不公平，足不公平。所以我伫个遮，徛伫台南市市长的这个立场，一方面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一方面我也恳求咱台南的父老乡亲士大，为了咱台南未来沿海市的发展，咱一定要全力支持蔡英文，安尼好唔好？予伊通过中央执政，顶予咱五议员、陈定辉委员、柯良才委员、陈东山、黄伟哲、叶宜津，予伊直直欢迎来协助，来建设咱大台南。安尼，咱关市合并未来前途才有可能发挥。所以我伫遮诚恳，甲大家拜托，一票蔡英文，另外一票咱区域的这个立委啊，另外第三票就是咱不分区的立委。恳求大家，拜托大家，多谢，多谢，感谢。